哎呀，新鲜的啦！那个卡是什么啊？你害我刚刚讲了啊，你害我坐牢，我们就一起去坐牢。哦，就是刚那个哦，嗯，一起就对了。对的。一打，又要开始收那个了啦，税金了啦。重点那个还是四级的而已欸，六级的还没出来欸。我们来冰果了，气死我了。都是最美的，美美美美。买卡，入账或那个啊，骰子啊，你就去踩啊。你看有没有？哇，买东西老板要给你钱哎，哪里啊？哪里可以买啊？什么买东西老板给你钱？什么？如果刚刚真的成功的话啊。哦、啊！如果你是嫁祸给我的话，我一定杀了你哦、喔！不会啦，你知道我想干嘛？会啦，你下次要请我吃饭，看看你嫁祸我多少钱，你要请我吃多少钱？哇！没有啦，现实中多少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好、啊，一直扣钱！啊啊！吓死我了！不是，我现在没有改建卡、啊，去买快递也没有用、啊。要看繁星能不能撑到我们两个内斗其中一个人死的时候了。什么撑到我？我没有，我就当旁观模式在看你们玩了、啊。哎，我看能不能嫁祸，速速看。欸、我也很好奇、欸，真的如果能嫁祸，蛮屌的。我要试试看，大不了就破产，不是？大不了就破产，对，大不了就破产，就只一天而已，有没有？哇！我刚刚是破产，哇！我刚刚是看到，哇塞！而且重点是他不能用免费卡去挡，哎，太强了吧！黑人控号啊！是他卡做坏了吧？你坏了啊、哦！这卡做坏了啊！繁星是我们两个，哎、欸，百万哎、欸，好爽啊！我这次玩到百万哎、欸，超爽！重点是我没拿到钱啊！不是哦，哎、啊，为什么你要拿到钱？奇怪！啊，而且他不能用免费卡挡哎、欸，超贱的！太贱！你就有这种想法，你果然是啊，气死我了！你好会想哦。对，你好会想哦，怎么这个时候就特别会想？对啊，你怎么就这时候突然开光了、啊？突然脑袋顿悟了。你要买吗？对啊，可是我买得起吗？买得起啊，你怎么买不起？看，接下來你钱最多、欸，你买不起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不买？现在换繁星，身上钱不够，繁星也买不起。哇，这个要多少啊？29.3万呢、欸？啊，买不起。要赚口口，领出来！快递快，谁先抢到那快递？哎、欸，这招真的可怕哎、欸！我第一次遇到，还蛮屌的。我打算改成公园，你就没有在看，才不知道怎么破产的。哎呀，太屌了这一招，太可怕！我也觉得我是活不到了。你说活不到让买到那个吗？对啊，加油，繁星，加油！我觉得可能我要，不可能啦、啊！不太，哎、欸，你24块地，繁星只有6块，哎，你看我要给你钱哎、欸！没事没事没事，不用钱啊！我每回合还要给你钱哎、欸！对，你还想说什么？你等下走到土地公，你还可以不用买哎、欸，他自动帮你买哎、欸。你还想逼我吗？对不起，我错了。还是加油！走下面都是我的地啊。是啦。有，我快冰果了啦，差18号冰果啦。原来是哦，买。有吧？左边、右边。哎、欸，如果你右边这条买起来的话，应该蛮好玩的。买不起啦！你看一下这个钱的落差好吗？踩个土地公，看一下地图，全部都红色的，我的妈呀！看一下，哦，对，我跟观众解释一下，为什么破产，是因为他踩到我的
我的超贵的地要付100多万，然后他嫁祸给我，所以就变成是我要付这样的概念。臭乞丐，滚滚滚！嗨嗨，走开！嗨，怎么那么贵啦？谢谢繁星大大的施舍。哇，繁星人真好。拿到什么？哦，你来干嘛啦？都是导游的地，哇！要帮导游盖家了吗？这个？我想要，因为下面都是我的。那个不是一拳，那是酱油啦。谁说我是一拳的？七七七七七耶！而且我明明打在标题上，不是标题啦，那个画面上，气死我了！你怎么现在用转向卡、啊？没有，其实我本来想要。你说。想要。请说。你说、啊。我本来想要干嘛？你想干嘛？我本来想要干嘛？我其实对他这个反应我不意外呢。我本来想要干嘛？干嘛打劫啊？哦呦！要坏坏了！我要坏坏了！要坏坏了！哇！我想看，可是他有土地公也想坏坏，我好怕。哦，两个都想坏坏，好可怕哦！啊！中间啊！左边，右边！哎，他整个变稳，他已经无视我们的话了，你知道吗？会啦，你看扣1000了。有吗？有扣到？没有。干嘛吓人家？哇，这个很多呢，两个比谁先踩到那块地有没有？要盖啥嘞？哇，5级证券，直接回来啊！5级的，哇，这跟哦，人家还4级的，你5级的耶，666，哎、欸，可是他的总资产超多的，我的妈呀！对啊，他总资产93万，干嘛？哦，没事，吓死我！我靠，好贵哦！猜不到，恨你！哎、欸，好多！哎呦，少了我那两排哦，去！那你差一个哎、欸，还是没有，这是最气的哎、欸，真的还是差一个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要使用免费卡？因为有税啊！你现在有没有懂我们的感受了？你懂了吗？每回合都要按的感受。对，我每一回合都要这样按，累死了。你懂了吗？懂了。终于了解我们的感受，每一回合都要按了。我们在互相吸对方哎、欸，天啊，你吸我，我吸你、欸，好害羞哦。哦，差一点点，超可怕。哎、欸，我怕我一个不小心就按错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按下去啊。对，你就按下去、啊。我可以让你睡觉哎、欸。这是干嘛的？是梦游的。哎、欸，我有个问题哦、喔，如果梦游的话，车子还在吗？当然不在啊，白痴。在吧，梦游就等于是走一格啊。可是走一格，梦游只能走一格，你还有什么问题？哦，拍谁？梦游几天？白天还是有机会的。两天啊，没机会了啦。他這個人你没有卡是不是？我有卡啊。他不给我玩啊。哎、欸，我直接让你买商业中心哎、欸！我怎么买梦游自动玩呢、欸？我买什么？拍谁？哎、欸，他资产破百万了！我的妈呀，超可怕！我也要 bingo， 谁买19号的？我啦，19我生日啊，怎样？哎呦，两个都5级哦，吸好吸满，我就不能 bingo。两个都互吸，然后很会吸，吸好吸满。原来你在那边玩 bingo 哦？我们在玩 bingo 啊，你不知道？你不知道？我现在才发现。你不用买，我都乱选的。哇，好红哦，这边我的土地公完全没有作用。你这样干叫你不要买啊？啊，真的吗？你不要买，他直接帮你把地买走了。你有什么怪人家？你自己不会用的。但问题土地公我不会用。天哪、啊，你这个人，土地公很难过。
哇靠，这个差距太可怕了，这个看看可是买个嫁祸卡。欸，如果那个嫁祸他收到钱，他现在就是200多嘞。对啊， 好爽哦，幸好拿不到，可是还是很强。那块真的很恐怖哎，我也觉得怪恐怖。你看你要不去下面，这边 是我的，先去那边拿完就对了。如果没转，如果我向左转的话，我就输了。哎，不是啊，潘星，哦，可以领钱，可以领钱。干嘛啦？你会玩还是我会玩啦？好啦，对不起啦，我不会啦，我不会，我不会玩。哇，变黄色的了。靠地卡是想怎样？什么东西？哇，好可怕！我说够地卡是想怎样啦？注意安全哟！注意安全哟！来啊，有种就是我走到啊！哎呦！哇，他刚好在正中间呢，看谁先走。来啊，看谁心脏大啊！啊，你好像比较强哎！哇，五级了，好可怕！那边超红的耶！不行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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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点近，有点近。轮到你的回合了，抽牌吧！先走到，抽牌吧，少年来了！不，我好像要输了，太夸张！我就赌了，赌了，赌！轮到我的回合，抽牌，我就赌了，放出乖乖卡，太好笑了，这个。结束这回合，我进去，所以我们一起进去。你现在用这干嘛？我要跟你一起进去，你踩到了，看场上没人。哦，他陷害你啊，然后他就再去踩，他就会进医院了。我再去踩，我们一起去死。百死不聊，白目。哇塞，说好的一起嘞！你是不是都想骗我？你怎么欺骗人家？你怎么欺骗人家的？哎，游戏王的卡只要人家坐牢是不允许的，你知道吗？扣人家基准分数是不允许存在的呢。而且还不要找出院杀小。有人在玩的吗？好红啊！哇，好可怕！你真的不会玩大富翁吗？我不会。你是骗人呐、啊欸！不是，我会。你入狱呗！来呀、啊！谁？我。啊！好快笑死，真的。我笑到嘴巴好酸的，我的妈呀！这边是怎样啦？这边好可怕、哦！这边太多妖魔鬼怪了吧？真的有够多，二三，哎呦，干嘛啦？没有差一格，很恐怖。哎、欸，我会不会踩到又进去？不会啦，我去医院看你嘛。欢迎来到大丰银行。好强哦！太好笑了。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到底是谁嘞？哎、欸，谁呢？欸没有，差一个，太夸张，这个几率也太低了吧？我够夸张的啦！冲啊！哎、欸，你冲另外一边了。好啦，买刚刚开过的好吗？我会不会踩到？会哇！我的商业大楼，我的证券中心，我又收回去了。哇，他一定是故意的，爆炸了！我不要踩，我不想回去。没事没事，你现在钱还是最多的。
决斗吧，少年。欸，人类。我还在医院，等我一下。欸，好强哦，喔，全部领出来算了啦。酱油太有钱了啦。像有个夸张。这放炸弹放多久啊，从开始玩到现在终于爆了。被我宰到。终于。欸，换我。欸，那个酱油是 无人地带真的。哦，什么都买不起。你知道我始祖是谁吗？熊猫团团呢？哇，幸好租金免付哎，这个好可怕！繁星快跑！冲啊！我冲到底！冲啊！我要看你的酱油！有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！酱油，我跟你说，偷偷看，你是不是有坏东西？你干嘛？你偷我机车哦？哎、欸，我有机车。好开心啊，可是我觉得繁星有坏东西。你就跑啊，跑远一点啊，你就给我跑远一点啊。好红啊，这条全部塌的，夸张。还有啊，哇，免费卡耶，免费卡耶，有保命保命保命机会来了，睡觉哦，睡觉哦。我靠，我的靠，很会，公园绿地，我的操，你的绿地好哦，金酸，哇，还拿到小财神，我觉得我们是不是？你是喊名，我想说怎么会有小财神？我算错了，我们快跑啊！我要把钱全部领光啦，没钱啦。好穷啊！我还要买吗？买了会没钱啊，不要啊！不要踩到五千块我就死了，欸。哎、欸，牛给了，让你睡一波喽。我要活到你，我要活到你撑过来为止。不可能逆转呐！哦，怎么可能逆转？如果他踩到那，真的刚好踩到那个商业，他不可能啊！如果真的有这么碎，他不可能，他不敢，他绝对不敢，他不敢。哎、欸，加油、嗯！我们好好说，我愿意再跟你做朋友。我朋友卡了，都两个人还要做朋友，这里就有敌人。我要慢慢筛才对，全部领出来，零块钱，没得领了。我有钱了，九万块，是不是在做梦啊？是，快快走啊！酱油不要急，慢慢来，我们开到十一点，我还能撑。酱油把事情撑住，酱油我还能撑，只要你撑住，我还能撑，我愿意用这张卡。慢慢来，我慢慢逛公园啊。啊，慢慢搞，吸取多一点分多金，贝多芬，吸取贝多芬，怎么了？你要干嘛？你又要吓唬我了吗？想干嘛？想你又想干嘛？小坏坏，吹掉！哇，他吹你！这边会弄到吗？哎，这个好哦，你坏坏，你真的坏，坏坏。然后还没踩到你坏坏，活该！超速坏坏，活该！看到了吧？你怎么可能会没钱？对啊，怎么可能没钱？你只是身上，你身上钱还有十几万呢、欸。好啦，睡一下啦。好睡，好睡，好睡。不是啊，我睡你干嘛？我想不开哦、喔。什么？啊，因为他睡着还比较好，还比较好哎、欸。要玩来啦！我不怕，我们来。又错，还真的是他，好猛啊！啊，好了，乌龟应该没了，快逃啊！我在苟延残喘，用那种很便宜的废卡在那边撑。有你下去了，你离开那个最可怕的区域了。我倒是欢迎来到大丰银行，请询
怎么办？我怎么玩呢、啊？怎么可能逆转？不一定啊，励志加油！哎、欸，不一定吗？一踩到你商业中心，我就没了。我不会让你踩到的。What the fuck？ 我会想办法救你的。我把它改成土地公庙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三排了哎、欸。那到底会不会中啊？还是你的哇哇！繁星的三排居然没有。好吧。你还想输吗？你告诉我你怎么输？我忘了，还回头，他就不想去那边逛逛。真的，他讨厌你，我也讨厌他。繁星上啦！我要自杀，我要踩那五千块，一格有五千块，前面啊，哦、oh. 不，五格，而且还让你买。好，我赶快把钱花光，我要去死了。赶快买，赶快买！我觉得应该改成石油中心比较好哎、欸。现在这因为剩两个人，证券中心好平，啊、好不划算啊，没什么用。对啊，的确，因为你只能收一个人的钱。对啊，而且那个人天天吃大餐，收大钱，感觉太不痛。对，而且你的钱还被他拿走了，超、yeah. 哇，加油！真的是怎么傻人有傻福？没有，我可以免费卡，但不想用，太久了。哦、太夸张！哎、欸，他现在有这个计算哦，他有更新耶，以前不会计算的。对啊，好帅哦！总土地数好吗？一直说你土地少，你土地多没有钱，你看28耶，现金跟存款加起来超过百万，有够夸张。那是因为那个嫁祸，不然现在应该泱泱还会。不是嫁祸的问题哈，你的土地一开始就很多了。土地比我多很多。开始的土地很贵啊。没有啊，那是后来啦，到后面才有。那是涨价啦。对，到后面那个150多天的时候。泱泱下面那个，我看过，我看了十几万。什么？你看洋洋下面？公司啊，他讲的、啊。洋洋，下面十几万半啊！你们点那个右下角有个半装扮啊。我看下面。啊，你们不是说孙小美那个很可爱，就装扮里面挑的啊？哎、欸，不对啊，孙小美一开始就有了啊。那、欸、以前不是只有三套？一开始就有啦、啊。真的吗？真的啊。以前就有这个，啊？有啦，有天使啊！还是我以前没看到啊，没注意到。我以前没注意到，哦，我们都没看到那天使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对啊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对，好可爱哦、喔！我的妈呀！这样，哦，终于玩完了，我的妈呀，快累死了！我刚还可以再撑啊，只是时间差不多了，太久了，太久了，太久了。对啊，都你呀、啊，酱。为什么？不早点让我死！苟延残喘，虐待你！解锁成就，幕后黑手。哪里有成就？哎呦喂、欸！右左下角，左下角，我刚刚骰子一打开，解锁成就。哇，我没有成就解锁。啊，你应该是解锁过了吧？因为这是看制作名单啊。哦。啊，累死了，我的妈呀！哎呦喂、欸！哦，是实定的成就了。对啊。终于可以休息了，休息了。对啊，临时被找来，气死！明明他们两个可以自己活得好好的，硬要找你来，找你来斗争玩得好好的。好下次打斗争、啊，不玩了啦，不玩了。生气气，我没有斗争。买啊买啊！现在特价吗？常常在特价哦。对，最近常在特价，所以可以斗争二快出了。斗阵二比较像是每回合点天赋的模式，就比较麻，就比较像 LOL。我还是比较喜欢一啦，个人。可就看人喽，惯了。好，啊，你们关台了吗？关台喽。好啦，今天一场就两小时，不是他那个太慢了，他那个没有调，他那个物价如果再调。比如几天，10天就涨的话，大概就是2个小时内就可以结束了。
没有挑的话可以更久。对啊。然后我的新品 CWT 新品应该这两天就会到了，那到时候再拍样品给大家看。到收台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我每次用熊熊孙小美都好像没赢过，可是我很喜欢她。拜啦拜啦。